有一种人最爱牺牲别人成就自己，不是被我开除就是自动辞职了，那么简单的还要问？也有一种人总是路见不平挺身相助，如果公司不守信用的话，我们会集体辞职。绝非同道中人的两人偏偏狭路相逢。原创强档年度最爱前电视电影《做个好心人》，1月26日年初二晚上8:30，八度空间好心走好运播出。